家好，欢迎收看印象科技派，我是小雨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电脑办公，他们舞动鼠标，敲打键盘，一顿操作下来，腰酸背痛，实在不舒服。此时舒适的办公椅就显得尤为重要。于是美国有家公司就发明了一款全功能办公椅 Outwork Station， 让你躺着也能赚钱。不对，应该是躺着也能工作赚钱。它的最大亮点就是能实现使用者多种姿势的办公需求，坐累了就躺下，躺久了还能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，站姿、坐姿、躺姿的完美切换，科技感十足，这才是新时代青年该有的办公方式。这套设备由椅子以及延伸出去的显示器支架和自带的桌面组成，将办公椅、办公桌、显示器三者结合形成整体。座椅内部搭载了一套液压系统，能对各个部分任意调节，你只需通过桌面上的控制面板就能调节座椅。要想躺下，按下按钮，椅子立马动了起来，展开腿部托板，调整桌面角度，身体向后倾斜，显示器也能在你面前找到最佳的观看位置，此时的你就能躺着办公了。鼠标键盘会依靠磁力吸在桌面上，完全不用担心滑落问题。另外坐枕、头枕、脚垫都非常柔软，累了还能睡上一觉，实在太舒服了。要是觉得久坐不太好，切换站立模式依然不会影响工作。要是公司都用这样的办公椅，加个班也不会有那么多怨言了。不过看了看售价，3万块还是算了吧，毕竟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我们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关注哦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